牛熊军生猛，阿苏射爆日本。阿苏是加盟，不过就不是第二支球队，只是拍广告啫。之前呢一位利物浦前锋艾要离队，但系据报佢就突然转口风，话会留队。转会风波就好似完咁，代表乌拉圭踢友赛都顺啲啊！助攻俾队友科兰之余，自己都入翻球。虽然日本有香川真司同埋本田佳佑入波，但系乌拉圭最终都大胜4-2。阿苏决定留队，阿仙奴增兵计划又受挫，8.41亿港纸矿军费喐都未喐过，咁搞法领队云格颜面何存先？只不过有据闻拜仁唔 like， 兵工厂出手低，呢位仁兄好大机会会被拿波里抢走，咁即系点？矿军费又唔用啊？